咱们今天吃火鸡面和火山石烤肠。就喜欢火鸡面这种辣辣感觉，一口下去别提多过瘾了。火鸡面是我在淘特买的5包25.52，还挺划算，真的太爱这种黏糊糊的火鸡面了。火山石烤肠是我在淘特买的10只才6儿，非常划算，一口下去爆汁流油，真的被香迷糊。咱们今天吃爆辣土豆粉，还有吃满汤汁的炸弹。特别喜欢这种糯叽叽又 Q 弹的土豆粉。色泽鲜亮，润滑劲道。吸满汤汁的炸弹真是一绝。